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台湾的夏天呢，常常会有午后的雷阵雨，但是在这个午后的雷阵雨之后呢，我们就会发觉满山的云雾。那在午后雷阵雨之后呢，当你走出去大自然中散步，你看着漫山的云雾的时候，那你就会想到余光中有一首诗，他说呢，云里看过，雨里看过，隔着一湾浅浅的淡水看过，你在眼中，你在空中，你是飘渺的观音在空中，最耐看的不是登山，而是隔岸，举目是山，回头是岸，我是山影，不是凌云，行影者盼。那每次在读余光中的这首诗中呢，我们就会感受到大自然中云雾彩霞变化的一种美，那也感受到诗人的眼中呢，透过云雾彩霞，可以观赏自然，观赏，整个大自然中所呈现的一种气质的一种美感，那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就以余光中的这一首诗《行吟折畔》来做插座。那余光中在诗中呢，他提到李商隐，也提到了凌云。所谓的凌云，指的就是屈原。那我们边插这个作品呢，那也一边来思考，其实诗人在一个诗的意境中呢，怎么样去跟古人的思维，还有古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哲学来做这个接轨，那这个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给我们。可以以古人为师，那也可以以古人为友，所以我们说呢，其实我们身为中国人要善读古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跟几千年的古人互相的交谈。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一样用这个创作陶来做作品，我们还是以这个藤呢来做这个架构，也就是我们用藤的这个因为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这个花器本身它是中空的，那我们呢要怎么样去固定这个枝材？而且其实它的空间，我试了一下还蛮大的哈，看起来虽然是像是扁扁的，可是试起来还是蛮大的哈。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怎么把它放进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平常插花的过程中，也会增加很多的气味哈，因为插花不只在于创作的这个花材本身有多么优美，而是你在从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呢，那借由你手然后跟心那怎么样去转动那怎么运用在这个作品之中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组合。好，那我现在如果把它架得比较高一点点的话，那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我的手上接着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竹根。好，这样的一个竹根哈，那这样的一个竹根呢，我们再把它架上去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显现出作品的一种干柴的一种美，因为我们知道呢，插花有时候是干湿柴的一个并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干柴，那有时候会用一些湿柴，好，然后呢，干柴跟湿柴加起来彼此之间有一种阴阳的感觉，也就是干柴属阴那湿柴属阳。任何的大自然中我们都知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所以在花材的使用上面，或者任何的宇宙的循环之中呢，那阴阳的一个道理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我把这个竹根各位可以看到，这是竹子的一个根部然后怎么样去跟这个藤之间做一个组合。那在这样的一个作品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器本身呢，它画了一个兰草然后呢我们加上竹根，所以这个作品中就让我们感觉到有竹有兰的感觉了，不一定说一定要是真正的绿竹其实这个竹根它也是代表一种竹的一种象征那今天呢我要用的花材呢，我选用的这个是南天竹好，那我把南天竹呢我可以把它插比较稍微直一点点那我从这个中间去找到适当的一个位置那南天竹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花材
因为蓝天主呢，它四季呢都会产生不同的一个风情啊。好，那现在我把蓝天主给高高的插上了哈。好，然后我再做第二支的蓝天主。那蓝天主本身呢，在我们东方呢，我们东方的国家都很喜欢它哈，不管是日本，或者是韩国，或者是台湾啊，都觉得蓝天主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花材啊，因为它像竹子一样啊，就是也是有节的啊，一根一根的竹节的感觉啊，所以我们看到它那个节上面哈，它也是一节一节的往上的感觉哈。好，那我一只是插直的，然后一只稍微有点斜倾向前，斜斜的让它倾向前啊。那我们可以利用藤根竹根之间呢然后找出它的这个平衡点然后把它插起来。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蓝天竹一上去之后呢，就会感受到它那个绿意盎然的感觉啊，这整个色彩度就非常的美哈。好，那下段的地方呢，我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树兰啊，因为呢，这个夏天的季节里面树兰是非常的美的啊，尤其是它现在又刚好在长这个小花了哈，各位可以看到黄色的这个小花啊。那我把这个树兰用它来做基盘哈，因为我们平常比较常用各种的柏树啊。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也喜欢用杜鹃来做下段，好，但是有时候杜鹃在夏天的时候，它的叶子也是很容易受伤的，哈。好，那用一点点树兰啊，那现在刚刚下过雨又采下来的这个树兰呢，更感觉上绿意盎然的感觉，哈。好，用树兰来做它的基盘。好，那我们就顺着那个竹根跟藤之间的一个空间的感觉，好，那后段呢？我们拉一个后段的深度，因为我们说平常插花的时候要有前景、中景跟后景。好，所以我们从后段的地方呢，再给它加一点点。像我现在很靠近这个树兰，哇，就闻到好香的这个香味。所以呢，夏天虽然天气很热啊，可是我们说呢，夏天是所有的香花啊，然后香草都在开花的时候。好，所以这个树兰一点点而已，就觉得靠近它就好香的感觉。好，那各位阿婆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很绿意盎然的感觉。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花呢，我选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花材哈。各位阿婆菩萨可以看到我手上有这个蓝菊哈。其实我过去在插花的时候很少会用这样的一个菊花的一个运用。那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紫色的这个花，还有这个桃红色的花哈，其实这两个颜色的花呢，它原来都是白菊啊，白色的菊花。那我们知道呢，白菊在市场上会买的人会比较少一点点啊。其实白菊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啊，可是我们传统的华人呢偏爱红色的花啊，所以呢白色的菊就会比较没有市场。其实我们说白色是大美之色啊，就是最美最美的颜色就是白色啊。可是因为我们在华人的世界里面，都特别喜欢红色啊，比较不喜欢白色。那所以花商呢就会把它染色染成各种颜色啊。那在过去我自己会觉得哇，这样的颜色好像很假的感觉哈。但是现在慢慢的也是觉得，有时候用起来也觉得它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好，所以我今天就选用这个紫色跟桃红色两个很强的一个对比色，那我们来试试看哈。那最近呢，我们在插石供养的时候呢，我就发觉用这个蓝菊来插非常的醒目啊。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在插那个石供养呢，就是要把那个色彩表现出来啊，因为有很多法师都跟我讲说，法会的花哈，插起来要感觉上是比较有色彩的感觉哈，那比较喜气的感觉啊。那我就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喜欢哈，那就发觉这种花来插石供养呢，效果是非常的好哈。那我就用大概几朵来做主花的部分啊，那给各位爱花的菩萨欣赏一下看看。
有时候呢，淡雅有淡雅的一种美啊，但是有时候呢，鲜艳也会有一种鲜艳的一种美感。好，但是这个菊花有时候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稍微开一点点哈。那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平常呢，花觉得花太开了啊，因为我们常讲一句话说“久藏心守候，花散半开时”，就是当你发觉你的花它本身太开的时候，你要很勤快的去整理它，就是让你的花呢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大朵，比较小朵一点点啊，然后你把花型稍微的整理一下下，好像这样子啊。那我们来用一点点这个桃色、桃红色跟紫色两个颜色啊，用用看，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好，再用一朵紫红色，好，那我用了三朵的紫色的菊花，然后我用两朵，用了一朵，再加上一朵桃红色的。好，那我让桃红色的两朵比较靠近，然后另外两朵紫红色的呢，三朵紫红色紫色的呢，也比较靠近一点点，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效果。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下，看看，这个感觉是不是可以非常的鲜艳哈，非常的艳丽的一个色彩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没有很刻意的去用四君子花，也就是梅兰竹菊这些花材哈。不过在不知不觉的这个搭配中呢，我们兰是画在这个作品上面，然后有竹又有菊的啊，所以讲起来也算是蛮古典的一种配花的方式，只是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缤纷的哈。好，那我现在一样用变序兰叶做它的基盘，好，我把它衬托起来。好，我们可以用两片哈，前后各一片的变序兰叶。那接下来呢，我再放一点点的这个，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这个叫星点木啊，星点木哈。那星点木它的叶子是金黄色的啊，就是黄色的，而且上面像星光点点的感觉啊，因为黄色是一个高明度的颜色啊。那我们加了一点点黄色的这个色彩啊，再给它加一个黄色的星点木。两只，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再欣赏一下下这个花的感觉哈，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是不是您还习惯哈？好，那我把这个蓝天竹呢再稍微减少一些数量哈，让我们那个花的颜色色彩度上比较出得来的感觉啊。好，那在做完这个部分呢，我再加一点点这个叫做瑞香啊，也就是这一次呢我特别在花市看到了这种有颜色的，然后比较特别的这个瑞香的这个花材啊，这种小花。那这个小花哈呢，是一个粉红色的这种小花啊。其实这种小花，这种花呢，有时候它在市场买起来虽然比较贵啊，但是它效果非常的好啊。我现在插了一点点上去之后呢，我就觉得整个作品的那个华丽感也出来了哈。好，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有时候我们的作品呢，会偏喜欢有一点文人的优雅的感觉啊。那
有时候配合一个很现代的一个陶的创作应用的时候，然后作品有时候也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缤纷跟华丽的感觉啊，因为每一个时代呢会有每一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创作的时候，有时候要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跟要求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以这样一个创作陶啊，然后来做行吟折畔啊这样的一件作品。那待会儿呢，我们再加上一些配件啊，给它做搭配，做整件作品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搭配。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两个花器啊，那这两个花器呢它也是属于创作陶啊，其实这两个花器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做的一个花器啊。那我的这个好朋友呢，他是一个小学的老师，那在退休之后呢他就自己做陶啊，然后他用来捐助那个有些医院啊，义卖捐助一些医院啊，然后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陶不是专业的那个陶艺家做的啊，那他本身是一个画家，所以他在陶上面加上一些色彩的一个运用啊，所以我很感动这位好朋友呢，他能够在自己退休之后，那把多余的时间呢用来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他生长的环境他是台东人，所以他把做陶义卖的所有的费用呢捐到台东的一个医院里面去啊。那个本身会感觉上这个花陶器本身的那个功法呢是比较素人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他那种内心的一种爱哈，跟对自己家乡的一个关爱的这种心呢，是让人家很感动的哈。那我把这两个花器呢让他一起插座啊，然后呢我这一次在这个作品的创作中都属于有一点比较属于造型的感觉的啊，所以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海珊瑚啊，那这个海珊瑚呢本身跟他那个作品本身就有一点点他拉了一点点那个线条的一个应用哈。好，那我把它这个海珊瑚架到这个花器里面哈。好，另外我还有一片这样的一个海珊瑚好，那我把它接了一个枝梗之后，因为如果我没有接这个木头的枝梗的话，它会摇摇晃晃的在上面啊。那我把它接了枝梗之后，它最少可以放到这个底部瓶口的这个底部里面去哈。好，那我们把它稍微的架一下下，好，那我们就会发觉呢这样子的作品本身呢，它就有一点点的特殊的感觉了那跟一些可看性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花材哈。那各位阿弥陀佛可以看到，其实我试试看这个杜鹃呢，它如果把它架上去之后它们两个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绿跟红的这个色彩的感觉哈。好，比如说我把这个杜鹃呢把它架上去，试试看这个杜鹃呢跟这个海珊瑚两个之间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哈。因为感觉上它的面呢两个都太靠近了哈，那我试试看如果用从这一边呢，那这个海珊瑚本身呢它会有一些缝隙缝隙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缝隙的这个空间呢去把它做固定。各位阿弥陀佛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海珊瑚就把这个杜鹃呢给固定住了。好，那这个绿色的感觉我们看一下下。好，那这一边呢我来运用一点点这种这个我们叫做小月桃哈。好，其实这个月桃的叶子好美哈，真的有点舍不得剪掉，不过呢因为它我们要插的高度没有这么的高哈，所以还可以还是可以把
那个月桃剪短一点点哈。那有时候我自己在插做这个花材的时候哈，我们常常说，花道花道，那借花，观心呢，那也借花来观相，就是像这个月桃呢，它从刚开始在春天发芽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它该开始在开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月桃的花很美，哈。然后到了夏秋啊，像现在在夏秋交接之际呢，月桃的果实就已经结成果实了，好，结成这样的一个小颗的一个果实。那这个漂亮的果实呢，就可以也可以继续的，春天的时候我们有插它的花，好，好，然后呢，我把它稍微的固定一下下，好，因为这个月桃不像杜鹃哈，因为月桃它是圆色圆形的杆子。然后它会有一点晃动的感觉，然后把它做一个固定。好，那我们会发觉呢，这个这个瓶口里面哈，它还是会动的感觉哈。那我试一下，我用一块枯木把它架一下下。好，那我找一块这样的小枯木呢，帮瓶口把它架一下下。好，因为我们看这个花器看起来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它呢那个空间还蛮大的哈。好，那接下来我觉得为了要平衡它整个作品的这个效果呢，我在这边呢也加一块，加一支的这个月桃。好，那我们刚刚有看到有说到这个月桃花呢，虽然说月桃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种花哈，那我们会感受到它在春天的时候开出美丽的花朵哈，然后夏秋的时候呢又结成很好的一个果实哈，然后可以让我们赏玩让我们插花然后月桃的叶子呢又可以让我们包我们喜欢吃的糕点所以然后月桃的叶子或者它的叶销都可以编织成背包或者是竹席，就是席子哈。所以一个小小的月桃呢，它的生命都是这么的有用啊。所以有时候想想看，我们人呢，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是无用的啊？因为大自然的植物中呢，我们会常常感受到，它们都是很尽心尽力的把生命做最大的一个供养啊，布施哈。好，那接下来我用了一个这个兰花哈，这个白色的。这个石斛兰哈，我们来做它的主花的部分啊。那我们试试看它的角度啊，可以以什么样的角度来安置它？好，我们放了一个兰花哈，一个白色的石斛兰啊。因为在这个季节呢，很奇怪，就是说平常我们会很喜欢蝴蝶兰。但是我们比较少有机会可以看到石斛兰啊。那在这个季节呢，因为花很容易谢掉哈，那你就会发觉呢，石斛兰本身呢，它可以耐的天数很多很多天哈，尤其是个白色的石斛兰哈，感觉是很美的啊。所以我们刚刚有介绍过，其实呢，真正的孔子说“树以为训”哈，那个古人也常常讲说天底下最美的颜色呢，其实就是白色白色是大美之色哈。好，那我们现在用了这个两支的这样的一个石斛兰，先给各位阿花菩萨看一下，欣赏一下，看看这个花器哈，借由有点造型的感觉哈，所应用插出来的这个感觉。那我们在后段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杜鹃做它的深度那两个之间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跟对应的感觉那我想这个作品呢我们是以那个余光中的诗呢，他讲到我是商隐，不是凌云，行隐者畔就是有时候我们散步在大自然中，或者我们在江边散步，那我们就会思念古人然后会想到古人在江边漫步的时候，他的心境他的内心的一个世界
啊。那我觉得常常在思考这些古人的他们生命的一个情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反观自照自己啊，然后怎么样让自己这一生呢啊，借由施法古人啊，那学习古人的精神啊，像我们常常会觉得，像屈原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最后要投汨罗江？啊，那很多人都讲说，如果我是屈原，我绝对是不会投汨罗江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大事不可为的时候呢，还是知道要适当的啊，善于明哲保身啊。那今天就有两朵很洁净的花啊，那让我们思念这个屈原当时在汨罗江边散步的时候的一个情景啊，那一个洁白的诗人，一个内心非常纯洁的诗人，他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心境啊在面对这个世界的？那如果我们是屈原，那我们又会怎么样去做呢？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恶行成100万倍，佛教慈悲置业年度共生护生总回向，12月28日星期四，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前夕，举办精进佛衣，早上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12月29日星期五，30系念超度法会，上午9点开始，恭请新义法师、贵泰法师、广护法师共同主法，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9，0398993199，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心善念慈，护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